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哈。先读讨论事项。讨论事项：审查本院委员李复兴等25人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35条及第37条条文修正草案，说明本案系1999年5月7日第7届第5会期第12次会议决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那我们现在哈，先介绍列席官员。那第一位哈，我们就内政部哈，江宜桦部长，好欢迎哈。啊，民政司内政部民政司李立新黄立新，很抱歉，黄立新司长啊。那中央选委会哈，赖浩民主任委员。秘书长邓天佑秘书长，警务处庄国祥处长，法政处赖景光赖景光处长哈，行政院人民会王美平专门委员，好，那我们接下来哈进行提案要旨说明哈，我们请李复兴委员，那个。啊，陈林恩委员要做程序发言会议请问。谢谢主席哈，我们非常遗憾，今天在内政委员会居然排了一个违宪的一个讨论。我们今天看到，在整个宪法征修条文第4条里面很清楚说，所有的立法委员他自由地区的直辖市县市73人，每县市至少1人，前项第一款依各直辖市县市人口比例分配，并按应选名额划分同额选举区域来选出，我想这是宪法里面所规定的，居然我们内政委员会今天排了一个违宪的这样子的一个公职人员修正草案。如果今天要用修正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来强压在宪法之上，那请问我们宪法要干嘛？如果今天用多数暴力就可以来做这样子的调整，那我想台湾人民也不用再选出这些立委了，因为一个立法委员的提案，他就可以马上排入内政委员会，而且这个委员也没有利益回避。我想提案委员很清楚，他是高雄市所选出的委员。那在这一个修正草案当中，很清楚就是牵涉到第8届所有立法委员的席次的问题，牵扯的是高雄市的选区的席次，还有台南市选区的席次。但是我想在中选会里面很清楚，在讨论第8届选举的所有的议案当中，都是以宪法第4条的规定，居然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要来强压在宪法之上，请问是不是违宪？在中选会自己所做的报告当中，也清楚指出，在宪法未修正之前，这都恐有违宪之余。如果内政委员会今天排了一个违宪的一个草案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是不是很丢脸呢？是不是很丢脸呢？所以今天我认为说，这样的议案根本没有讨论的一个价值跟必要。第一点，它已经违宪了，宪法第4条已经很明显规定，就是要依照整个这个直辖市县市人口比例分配，并按应选名额划分同额选举区来选出。中选会也依照这样的版本已经进行讨论，甚至邀集所有各县市来做讨论。为什么？因为一个委员，甚至还是高雄市委员所提的提案，要来做这样的一个变更。
所以我们希望主席三思啦，不能说因为国民党多数就用这样强压的暴力，就用这样的一个公职人员修正草案就要强压在宪法之上来做违宪之余。所以主席，我是规劝啊，我是规劝啊，这个案子真的不要再讨论下去了啦，讨论下去恐怕啊，所有国民党的委员都会作为牺牲品啊。我们请赖清德委员啊坐。欢迎。主席各位同仁哈，今天你今天我们内政委员会哈，以宝贵的时间来讨论这一个案子，我个人是表达非常的遗憾了哈，同时也跟招委表达抗议啊。这个内政委员会哈，有诸多民生法案都还没有讨论。像这个原住民自治区法案啊，像这个消防法案，像难民法案，像海岸法草案等等，有这么多法案都还没有讨论啊，有这么多法案都没有讨论。那今天我们很清楚，李复兴委员他是基于这个个人的这个利益啊，没有回避利益的这个原则提了这个案子，而且还违宪呢，还违宪。我们内政委员会竟然浪费这种宝贵的时间在讨论这种法案。今天，招委我必须要跟你说明哈，你虽然是国民党党籍，但是你当上内政委员会的招委，就等于代表我们每一个内政委员会的委员呐、啊，你也等于是代表我本人呢。你今天讨论这个案子，啊，社会会怎么想？宪法明文写的，连中选会都不敢违抗了。我们企图想要用修法的方式来达到个人的这个目的，这怎么可以呢？招委哦，你一定要拿出道德勇气了哈。好，谢谢哈。那我们现在先请王信南委员啊。我先请那个卫生委员啊。抱歉哈，我想，本席要这样表达，今天这个议题哈，跟党派没有关系，啊，本席也认为今天这个提案的本身是立委员的权利，李复兴委员有权利提案，但是当然我们立委有权利表达意见，那我个人也是内政委员会的召集委员，那我也以我所认知的，发自我良心的讲，这个法案是违宪的，这个法案是违宪的。所以我认为今天不要变成蓝绿的对立，没有蓝绿对立的问题。而且因为李复兴委员的提案里面也有民进党的委员，啊，也有像我们王宪良委员是来自台南市的，啊，那我不晓得那个理念是什么样坚持。但是本席是台北县选出来的，跟台南市没有关，跟高雄市没有关，所以本席自认我比较超然。而且我事前为这个问题，我问过读政治学的学者，问了超过十个。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跟宪法完全符合，都说这恐有违宪之余，恐怕引起政治风暴。所以我今天非常佩服中选会的赖主委，他有道德勇气，他白纸黑字写在那里面。所以我也赞成赖清德委员跟陈廷辉委员的意见，我们的时间很宝贵，江部长跟赖主委的时间都很宝贵，不要浪费时间在这种议题当中。这种议题一出来，我们蓝绿同时受伤，因为提案的委员蓝绿都有，所以我这里我呼吁大家不要去指责李复兴委员，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理念，但是理念归理念，今天这个问题是涉及到宪法的根本的问题。我请问，如果今天可以用上一届的立委，第七届我们选择立委，用台南县当时的比例跟高雄县当时的比例，那请问年底五都没有台南县呢、啊？没有高雄县呢、啊？你怎么可以用一个已经消失的行政区域的名额去框未来十年的名额呢？这个是有问题的嘛？这在政治现实当中就剥夺了大台南地区的公民代表权跟比例的原则。所以如果今天是大台南的人数哦被剥夺，跑到哦大台南的人数增加哦，从高雄跑到台南，今天台南的委员会反对。同样的倒过来，
如果高雄的名额增加了，我一样反对。所以本席今天我发自内心的讲，我跟台南高雄我没有任何的地域考量，我也没有国民党民进党党派的考量，我唯一的考量就是我们的总统说要遵宪行宪，要顾宪，我们要守护宪法。所以今天我佩服赖主委今天以中选会的立场表达出来，那如果这样就好了，这个法案不要讨论了，讨论下去的话很难看，一大堆政治阴谋论，一大堆自私自利论，我觉得都不要这样。今天大是大非，那个地方有多少人口比例，宪法政策条文就说它按比例它就有多少代表性，这是绝对超越绝对公允的。所以本席呼吁就说大家今天很理性的讨论问题，哦，我真的很诚恳的讲说，今天如果在内政委员会刹不住这个车的话，我们国民党跟民进党都同样对不起台湾的人民，同样对不起台湾人民，不管谁执政，不管谁在野，哦，我觉得今天，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内政委员会的委员，长期我们都参与内政委员会，我们有时候也会情绪，有时候会党派对立，但今天这个问题真的没有党派的立场，真的没有地域的偏私的可能性，今天就唯一的就宪法的根本精神，我们要不要捍卫？如果你不要捍卫的话，常常都可以这样的话，那我们跟美国那种竭力容援的那种变形虫的选区有什么不一样？全部都是用政客在主导，说我对我有利的我就要这样画，对我不利我就不要这样画，哦，所以我本席真的觉得说这个时间其实不好意思啊，我程序，这个会议询问啊，做的有一点逾越，但是我真的发自良心的讲，就是说部长的时间、主委的时间，让他们去做更多有利对于国家有利政务的事情，我们委员我们去做其他更多问政的事情，那这个部分我尊重李复兴委员，但是尊重不代表我们认同，因为他真的已经涉及到违反宪法，一个立法委员是没有权利去谈违宪的问题，除非我们立法委员提修宪案，修宪案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今天提修宪案完全没有问题。好，谢谢。好，那我们请王信良委员。好，那我这个个人，我这个招委啊，我们是现在这样了，还有一位是王昭顺委员，完了以后等一下哈，我先讲完了以后哈，我们请李务庆委员呐，做提案说明，然后啊，要不要请那个中选会的赖主委或部长？不要的话哈，我们要不要先休息协商一下？好，我们还是说等他们两位，那我把王委员说明一下，还有那个黄昭顺委员嘛哈，那那个李务庆委员就做提案说明嘛，提案说明以后啊，我们要不要请赖主委跟部长再做说明？那不要，哎。不要进入提案，也不要多说明。好，办完之后我们就协商一下。好，好，好，那我们请黄信良委员。不好，好。啊，不，你是不是来做一个？没。不，啊，你不，真的我公掉了，真的我公掉了。啊，主席哦，啊，各位委员哦，啊，因为这个李复兴委员的这个联署啊。我是在里面的，但是李复兴委员那时候当初他跟我讲说，这摆高雄甲台南为着要增加一席的立委啊，啊，这个过程这个在大家的争议争执是非常激烈的，所以你若要讲给伊的选区的稳定性啊，依照美国、日本他们能够十年来监督一摆，我是赞成的啊。我赞成，但是我唔知啊。刘兴委员哦，伊为着高雄家己真拍拼，要希望继续增加立委啊，要将已经中选会已经决定的依照人口计算啦、啊，要把它废掉，啊，变作重新来，这个有违宪，啊嘛违背我的良心啦、啊。哦，所以我是感觉哦，这个案子我是要在这边正式宣布，我是要撤签的。啊，我嘛认为说，真的，你觉得说？需要这个选区没有火一公有些大家有争议啊，你们应该是提这个修宪的条文出来，这样大家靠我觉得功德哦。所以底下我要打主席，我的那个里面我是要把它撤掉了，我那个联署要撤掉了哦。阿玛希望大家协商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比较非常符合但小回公益的代替结果，谢谢。来，我们继续请黄昭顺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哈，我希望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排除政党这样子的一个意识。我这边手边有一个资料，这个资料是4月26号，我们各党团派到我们中选会去开公听会的会议记录。这个会议记录里头，我想清楚的，我在这里再念一次。民进党党团的立院代表是许明阳先生，他当时提的就是说，选区划分应该以安定为原则，但是高雄市在第六届大选区，第六届是大选区，第七届是小选区，第八届又要再更改，然后县市合并了以后，我们第九届又要再改一次。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其实很清楚的一件事，世界有很多的国家都很清楚，就是国会在整个选区当中大概是10年检讨一次，要像我们这个国家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每一届都改一次选区的，大概也是微乎其微。这是我们立法院民进党党团当天的代表所发言的东西。当然本席当天是代表立法院国民党团去，也是很清楚的表达，也就是说民主先进国家都是每10年才调整一次选区，没有理由说我们每一届都要调整一次。当然卫生委员刚讲到说我们来提修宪案，我们也清楚的知道说提修宪案是最好的方法，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们有时间的一个压迫性。所以我希望我们在立法院讨论每一个议题的时候，不要动辄拿一个什么党什么党来压迫我们整个提案委员的他自己的权益。我希望我们今天已经排了案，我们就是好好的来讨论，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个空间可以处理这个案子。否则的话，你现在所提出来像中选会所提的选区的划分那个当中，才我们如果详细去看的话，我们就觉得那个当中才有很多的黑手深入那个东西。所以我希望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以冷静，而且包括公听会当中民进党党团的提案跟国民党党团都同声表示，这是很难得能够在那里能够有共同意见的。所以我希望我们主席这个会议还是要讨论，谢谢。那个是不是我刚刚是不是请李务卿哈、哦、李务卿做提案说明哈、哦、不是做程序你说做提案说明跟政治记录程序的，这样子就对了。嗯，那会议询问，如果他不同意是会议询问的话，就不要讲话。就是要讲话，就是会议询问，就不是叫提案说明。李委员，好，那李委员。会议询问，对呀，之后协商一下啦。对啊，一样是发言啦，李委员啦，那你就先做会议询问了哈。主席，各同仁。其实刚才有几位同仁对本席的权利有所影响，因为大家都是委员，大家有提案的这种权利。事实上，假设是对的，所以我们希望是理性的。就好像刚才黄昭顺委员说，我们不应该有政党，何况在公听会的时候，民进党的政党发言代表人跟国民党的发言人都是。意见都相取一致啊，希望都稳定。然后刚才大家提到违宪的问题啊，没有错。刚才谈到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案第四条第一项第一款以及第二项有规定，立法院立法委员自第七届起113个人，自由地区直辖市县市73个人，一各直辖市县市人口比例分配。好，这是好，并按应选名额划分同额选举区选出之。好，我跟各位报告，他又规定就是直辖市跟县市啊，依照人口比例分配。好，我请问各位同仁，请问社会各界哈，请问相关单位啊，因为直辖市现在只有北高2市啊。1999年10月25号才有合并以及升格的问题啊，台北县才有正式升格，台中县市才有正式升格，
合并升格，台南县市才有正式合并升格，高雄县才有正式并入高雄市。为什么？高雄市老早就有院辖市了，所以宪法明文规定一个直辖市县市人口比例分配啊。但是啊，到现在直辖市只有北高啊，不是五都啊，所以中选会自己将民国98年11月底的人口数为基准，预计这种划分的标准啊。其实正因为还没有合并，高十九年12月9号合并才有升格啊，所以现在如果进行向中选会进制发表，高雄大高雄少一席，大台南增加一席，就是有违宪之疑。正因为有违宪之疑，本席提出是不是维持比照日本美国十年才改变选区一次，英国是八年到十二年才做选区的划分呢？因为正因为有违宪，因为我在强调，我再三强调，中选会是以民国98年11月底的人口数为基准，对不起，因为正式合并才99年10月25号。另外宪法第四条也规定了，他说人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所以可见人口数一直在变动之中啊。当初我们单一选区在立法的时候，因为有一个法律的漏洞啊，他并没有对选举区应如何定期重新检讨划分设有规定啊。所以为了维持立法院的稳定性啊，所以避免弱化立法院的选举以及人民制监督机制啊，所以才参酌外国的立法例啊。所以我也知道，因为就是有如果贸然行使的话，就是有违宪之疑，所以我才提出修订选报第35条以及第37条。嘿，另外我想今年的1999年12月25号才有合并，应该合并之后正正当当五都确定之后再择定选举基准日嘛，不是等于现在人口计算基准日嘛，那种高少背离就是违宪啊。何况现在直辖市招牌都没有出来啊，不能以98年预计99年12月25号的人口数为基准啊。所以以目前那个好，以目前选办法第37条第三项所规定之立法院选举区变更法定座位时程啊，也就是说要立法院任期届满一年八个月前，也就是今年的5月31号就要提出了。但是对不起，人口数一直在变动啊，因为真正的合并日期是99年10月25号，我是坚持这个，因为依法论法是这样的，所以我跟各位同仁报告，因为依法论法你不可以用高十八年十一月底来做基准日。以上，谢谢各位同仁。好，报告委员会哈，我们现在，是不是先商量协商一下？协商一下哈。发言还没完哈，那我们就不要再停止登记了哈。那现在请叶宜津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这个案子呢是关系到一席国会议员的变动，但是呢，这个关系到这一席呢，如果要严格以现行的法律来讲，两方说的都有道理。可是我们要知道，如果真的要解决问题的纷争呢，这不是台南跟高雄的争议，这是到底是不是公民的权利是相当的，
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如果要说票票等值，那严格说起来，台湾并不太公平。我们连江县才9000多人，他有一席立委。澎湖、金门9万多人，他也有一席立委。可是我们新竹县有49万多，宜兰县44万，新竹市40万，他还是一样只有一席立委。所以呢，这是宪法保障一个县市一个立委。那宪法这样规定了以后，如果我们用宪法来讲，那这一次当然我们有权利要求台南多出来了一席，就应该从台南来产生。刚才有许多国民党的委员讲说，这个民进党党团怎么样，很抱歉，那是管碧林委员个人，而不是代表整个政党。同样我现在也是代表我个人在这里发言，我们还是应该要注重到公民的权利。管委员的意见他是针对如果要变化那选区的划分，他所埋怨的是把他现有的选区给他五马分尸了，让他这几年的经营跟选民的承诺呢都没有办法延续。所以我还是认为说，如果大家真的要道貌岸然的说，我不是为了地方，我是为了这个公民的权益，为了长治久安，为了什么宪法，那就应该叫拨来，就用修宪来解决这个问题跟纷争，而不应该只是为了自己的地域观念来争执不下。其实这个也是行政部门应该要去考虑的，而不是放任立法委员在选区方面双方的拉锯哦。我认为行政部门应该在这一次要审查这个法案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给行政部门这个机会，就是要充分的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充分的解释，让有疑虑的委员能够了解。比如说刚才高雄的委员有很清楚的提到，在合并还没有正式启动，还没有正式开始的这个时间呢来做基础，那么这样是不是有违法的问题？我认为行政部门也应该跟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说明。比如说台南，我们认为我们为什么增加了这个席次呢？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划分的选区？我认为其实行政部门都应该在这个法案要提出来的同时呢，都应该有书面的，或者等一下应该很详细的跟委员会做口头的报告。谢谢。那接下来请赵东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同仁、江部长，老实讲，单选区选区的划分呢，之前的历史呢就有太多的例子，不管当然是国内的单选区制呢是刚实施一届，可是在国外的例子呢，所谓的竭力容忍在加州的这个选区划分，事实上今天我们在内政部的内政委员会呢，在法所规定的中选会应该在一年，就是下届立委一年8个月前要把选区划分的案子送到本委员会的时候，我们知道到离一年八个月到今天呢只剩下一周，在一年八个月的期限届满之前的一周送所谓的这个三十五条、三十七条的这个修正条文呢，老实讲，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行为呢，就充分符合大家这争权夺利，企图呢引起高雄市跟台南市委员之间的纷争的一种做，也是一种竭力容忍在线的一种行为啦。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如果各党有自治事呢，真的要消除
现在单一选区两票制所引发的不公平呢，应该由宪法好好的来讨论一下，把宪法的现行宪法里面诸多的不合理的现象，包括连江县、金门县呢，数千人可以产生一席，而许多县市呢，达到四五十万人呢，才能够产生一席，这样票票不等值的这种现象呢，应该让各党派的这个委员呢，好好来深思这个问题呢。我个人觉得才是我们台湾呢，有关于单一选区两票制长治久安的一种理想化的一种这个做法了。所以上，基于这样子的立论基础呢，我个人觉得也提议，希望等一下呢，我们协商把本次这个修法的这种这个提案呢，能够三思一下了。以上做这样的发言。好，谢谢哈、报告委员会哈、我们在进行协商之前哈、刚刚大家的发言哦，很多的发言意见也很分歧的哈、那我本席特别要跟大委员会报告，招委啊是内政委员会的会议主席啦，排议案啊是我的责任啦，不是权力啦，何况的话哈、每个案子啊，每个委员的提案以后啊，他要有一定的程序联署，而且要经过院会啊交付委员会审查哈、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啊，这个请大家谅解哈，然后我们现在进行协商好不好？李委员，你应该修那个时间啊，你如果那个他们预先要做，我跟他讲了，啊，你这个行哦，不倒退路嘞，你嘛是九十八年，你用九十六年十二月份口数去推呢，推未来十年无变呢。是啊，
不然当你检讨一次，基本上我们是可以接受。概念是可以，但是我们找合法性啊，这个大家可以合法性啊，对啊，因为专雇佣制的人，只要你打拼，那就好啊啦。如果那这样，你要修那个法，你要修那个法啦。你要改成说半年前或多少年前啊？我是就事论事啦。刚找到你十几年前，靠生活靠不定啊。来，你请，请赖诸委，赖诸委，来赖诸委，你跟立委解释一下，我赖诸委，中学会诸委，他最权威嘛。我保障那个立委的想法啦，伊的想法是讲哦，你如果吼，对，坐一下，坐一下，停靠哦。来，不给了，接了，接了。做，来了，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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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你讲的是选区哦。你前去台南市，那个台南管区，台南管区啊，已经也变了嘛。你有员工哦，艺术机关哦，古都是古都是年底十二月才合并嘛哈。阿丽娜进的，他推估人数的话危险的。哎，是合并生这个改制生效日，改制生效日。那合并是已经在这个行政院的那个案件。哦，但是对，现在好啊，就是来讲，一会儿讲嘛，你听一会儿讲。而且哈，地质法的这规定，这市场底下市的市场，该这后底下市场跟市场外啊，拢是爱直接该这前十天爱算出来。那是啊，而且这个公告，算股变更公告是六个月前的。好，本来是对可变这首先算计出来哈，是无违法。无违法啦。啊，而且因这几个。这个多少公斤？是不是这个你会过疫啊？好，再来看一下。疫情啊！啊，在疫情对吧？但是哈，你登记都是什么时候？登记是第几嘞？十二月二号。你该这是先好一号哈，进一万呢。好，所以这个首先已经进行了审批了，对不？我那不做哈。连都是行政带动，对的，对的，因为不走行政带动，但是不作为啊，因为行政带动，你违宪，没有违宪，你的计算基础是哪？他不做才违法。计算基础是哪一天？我们第七届也用这个模式来计算吗？第七届赶快，第七届嘛，用这个方式来计算基础，基础，第七届赶快了。99年10月25号才有升格，才有合并嘛。所以改制，所以正因为违宪质疑，我才提出。没有违宪质疑。现在的说法，他们已经是合并，只是还没有正式改制，应该用改制日那一天算。改制日，他们现在是99年十月二十五号，已经算正式要合并了。说你怎么用98年11月底的基础日，那时候也还在合。啊，不是，如果按那思维，其实哈，应该是早就年积极的引导做标准，教练那个应该早就积极。我可能你是用对你今年会个人，因为没有可能，难道违宪？没有，没有。现在强制委员，事实上人口的增减在年内对可以预测是多少的嘛？它是客观的数据，对嘛？它是客观的，不是主观。什么时候升格？假设今天呢？高雄县市、台南县市没有合并，有这种事情吗？有没有？有可能还是有这种事情啊。他人口增减啊，有可能。所以你现在有这种人变动，人口一直在变动啊。宪法第四条，迁徙自由啊，现在一直在变动啊。所以你也不应该急着现在要作业，应该等99年十二月几号合并升格之后。问题依法。对的，我也是依法律法。因为安尼就好啦，大家拢知，高雄人拢知你的拍拼，啊，这个违宪啊，免阁久啊啦。画很多选区不是今天我们讨论，我们今天不讨论选区了。哎，南田不画，怎么画？你们谈的怎么画？所以在这里，你们中选会自己开了这么多的公听会，那些学者专家讲了那么多的意见，不赶快意见啊？跟表三会，你是讲为着家己为三股？好，你不是为家己，我为你，我公开了哈。高雄区今天如果没有并高雄县，有这个问题吗？我请问你。
有可能有这个问题。哎，你人口变动啊，人口变动啊，所以一直在变动。像谢思义，谢思义也是这样随时调整公司。他是 dynamic 在变动，他是变动，还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啊？不是啊，目前152万人口嘛，一区来30万嘛是无的，没有变动。高雄关125万，高雄关还没有合并，嘛是四个，嘛是30万一个啊，我们都。合并之后是172万嘛，9327嘛是9个，各余数跑出来了。所以我们没有占便宜。我唔知啊，你都反对，你比你都使讲。反对咪？我冇关心我呀。我关心你，我根本没讲。李委员，啊那安尼跟了李阳黄委员，两公委我都两公委，无啦。都好这样子，来听他们。对啊，那是这个选区的意见呢、啊。你看，我把这个中山大学这个教授讲，也是你们公司的，这是邀请你们那里开公司的人教授讲的哈。他说，县市合并整并，全国唯一减少歧视的就是我们这里。然后在政治上，他的政治可行性，他当时就建议中选会、内政部、立法院由大家来协商讨论一个过渡的条款出来。他讲得很清楚。他去开会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那你中选会自己开的公听会，然后教授给你的建议，然后你们自己不做。教授比我们了解，教授了解我们了解嘛。教授比我们不是啦，公听会各方对啊，委员没有多大，一样大。但是既然他们自己找的公听会教授学者给你们的意见，为什么你们都不做？你至少找来听听。刘远，你讲的话吼，综合考量嘛。你讲的话一直想不通一点嘛，我跟你讲啦。市议员哈，12月25号就要就职，可是12月25号县市还没有合并啊。对，哦，没错，合并是选区啊。对啊，哎，你怎么可以？刘远，市议员选出来的时候，县市还没有合并啊。教练，他已经就职了啦。市议员跟立委不敢管，我们是有一个标准在做。立委员，我跟你讲陈述一个代志。今本第七届的时阵，咱立法委员减半以后，台南市本来是6席哦，减半以后我们才剩2席哦，我们少了4席。我们也是要认啊，照这样子的法律的规定去看。那么你合并，对啊，我们合并了之后，我们。议员也少掉了，我们市长也少掉一个啦，我们减了2/3，我们也没有叫啊，大家都叫，对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在我们的选举制度，认为整个制度上就有问题了。其实应该从宪法面来，金门、澎湖几千人、几万人也选一席，宜兰10万人也选一席，这个本来就很严重了。我同意是选举制度的，好了，休息，李委员，那等会了，有变化休息，那等会了，问题这么大，明天再来了，明天再开继续开一天。不啦，休息，开会了，开会了，那阵委员会一定要开了，开会了，开会，要求开会，你就到时要走了以后要协商再协商，就是开会。抱歉啊，我们只把问题点出来啊，我们没有自己的。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觉得整个是选举制度要去做重新调整的，然后我一定，大家都不来。大伟，今晚你来哈，因为咱这边协商各说各话了哈。我是希望哈，请那个相关单位官员正式答，有没有违宪之嫌？那我就给你答复。不然你给我答复，他们也答复钱。不用，我们他们也答复钱。不是啊，他答复现在就是终结的手段。他答复就是会议就正式开始了。我们认为这个不应该正式开始啊。答复，违宪之嫌。我要问你那个，我白纸黑字都写出来了。他说空有违宪之余啊，他白纸黑字。白纸，他自己也不敢独立讲违宪。哦，那是个老民主了，个立委老民主呢？哎，不用，让他讲。给你留面子，你还以为说真的是没有危险的？我不会，中选会就会当场当面就好了。我不敢讲没有危险，我也不敢讲有危险。对呀，因为危险是没有，对，而且我们在大法官没有危险，对呀，在这里的。我今天你告诉我没有危险就好了。一部分，我不敢说没有危险。你是中选会主委，在会议的会议，我只强调有危险之余。所以我要问你有没有危险呢？不是，这白纸黑字写这么大，有危险之余啊，李委。不是啊，人家你答案呢，你应该知难而退啊，你莫讲那部啊。我要那个，
不要去协商的时候，我要正式答复一下。你们正式答复，然后白纸黑字搞一下呀、啊，你们。白纸黑字，希望那个。这是送立法院的正式的口头报告、啊，这个就是这个比正式答复效率还高。有啊，这是赵美琪啊。对吧？哎呀，啊，给你留情面了啦，莫来不回了。就是留，三党留情面啦。因为我是刚刚好，但应该是要对整个选举制度重新调整啊。哇，你这你不也不被不中人哦？不中人，对不对？那对整个选举制度去做调整。我是希望中选会主委正式要答复是违宪，这样就好了。我不能答复是违宪，我说恐怕有违宪、啊。好，你也正式给我答复，我列入记录就好了。我可以啊，不是会会议开始我会答复，你是会议开不开始？对了，对，不然我们认为是不能开始的，是笑话，闹笑话。啊、主席，主席，啊，你是协商，赵伟。啊！你做好人啦，这个稍微都当好人啦。这样好，大概中。你用做好人，啊，好人大家你为啦。对呀，是装作很忙的样子。我解释，现在我们坐在这里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说这个有没有违宪的问题啦。他今天这样假设我讲吼，迄个报告。我报告赵伟，我讲吼，我要会议询问啊，我要请注意给我答复一下，哎，好。答会议询问本来就可以答复啊，会议询问就可以，好，好。对，只要主委跟主委要。不要紧，他让他答复，他做他的答复啊。不，我袂使叫一定要叫外围讲啊。他讲他的话，他讲你就依照职权，你这个案子不是只有中选会请部长。
来，我们继续开会啊、哦！我们继续开会。那李务庆委员哈、哦，要再次提出，会议询问哈、哦，请李务庆委员发言哈、哦。哎，主席各同仁，谢谢给我这个机会。虽然我不是内政委员会的成员哈、哦，不过我这事关哈、哦、全台湾113席、73个区域选举区的这种权力的问题哈、哦。我第一个，请问那个中选会的主委哈、哦，这个现在是啊会议询问了哈、哦，那他李务庆委员呢、哦、要求哈、哦、那个赖主委哈、哦、上台啊，那没有说明了哈、哦、啊，是你问完的话他才说明嘛，好不好啊、哦？是，请你先请坐，啊，对呀、啊、对对，说完就是好、哦，是你先请坐哈、哦，啊，你把要问的哈、哦、一次啊一次发问好不好？我请教中选会赖主委哈，第一点，你是根据民国几年几月几日的人口数当为基准日来计算所谓的第八届立法委员选举的这种选举区那个员额增减的标准，这第一点。第二点哈，高雄现在有九席，你中选会对外发表变成八席，台南市五席变成六席，是立蛋刚公吼，这种根据什么标准小数点等等计算标准计算公式啊？第三点，99年10月25号才有升格台北县，台中县市才有合并及升格，台南县市才有合并及升格，高雄县10月99年10月25号才有合并的问题啊！在没有合并升格之前啊，所做的处分有没有违宪？有没有违宪？好，我按准备签来答复安尼。那个报告委员会哈、哦，那刚刚李务庆委员呢、哦、有要求赖主委啊、哦、来做刚刚他的几个疑问的说明哈、哦，我们是不是委员会同意啊？我们赖主委啊、哦、上台啊做说明哈、哦。请赖主委。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这个奉指示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就是说，首先我们必须这个说明的，就是说，我们是要在一年八个月前把选区的这个变更啊送到大院来核定，因此。作业必须在一年八个月以前的相当的时间，啊，所以我们一向包括第七届，啊，都是以这个任期届满前两年两个月的时点的那个人口为计算基准，啊，第八届也就是说以98年11月底的人口作为计算的基准，然后。为什么会这个有人这个应选名额的变动？这是因为我们依照宪法征修条文第四条，啊，我们宪法征修条第四条规定是这个73名的这个这个地区的这个这个名额的分配是以直辖市、县市的人口数为单位。把人口数作为的比例作为分配名额的依据，但是有但书，就是每一个县市
至少要保留一名。所以我们这个这个我们先以这个总额阴险总额除以这个各个这个全国的人口数，然后得到一个最平均的，比如说三十三万啊，33万以下的县市通通分一名，啊，分一名完了啊，那这个如果有超过33万的啊，那超过的部分再以超过的县市的人口跟应选名额，这个扣除刚刚这个一名的这个名额以外的名额来这个分配，啊，是用这种方式来分配。所以呢，照法律的规定，我们应该每届啊，因为每届届满前啊的2年2个月的时间来计算人口数有没有变动。有变动的话，我们依照这个宪法遵循条第四条，我们就调整分配名额。所以这次高雄跟台南有变动，也是根据我们依据这个宪法遵循条第四条所做的这个所算的，不是我们随便加的。啊，第七届也是这个样子。他刚没有问。不是，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说明，就是说，如果这个，当然是选区的这个长期的安定，基本上这个目标我们是同意的，啊，问题是就是说，你要让它长期安定的话，你要考虑宪法的存在，啊，所以宪法规定。要依照直辖市县市的人口数来分配名额，所以你这个行政区域变动的时候，而且因此引起人口的变动的时候，当然要重新分配啊。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公职人员选办法规定你要变更选区的主要原因啊。而且变更选区还要1年8个月前要送大院来审定，所以如果说明明这个原来有这个25个直辖市县市现在变成22个，啊，那选这个行政区域分配名额的行政区域已经有变动了，啊，你当着没有变动，你当着没有看见，啊，这是我们行政机关要负责的。因此，既然行政区域已经这个调整变动，啊，我们1年8个月前。就要做一案制定这个划分案，选区划分案来送大院，而送这个做选区划分，我们不是闭门造车，不是啊，是从地方然后送上来，然后我们中央再开这个公听会，然后做一个我们中选会以这个公正操办的立场，做一个比较合理的适合于我们法律所规定的人口分布、交通状况。这个生活的情况以及这个文化观念等等，做一个适合的合理的一个选区划分。对，我如果哈，如果我们这个制定在这个选办法里面，这个没有跟宪法搭配啊，制定一个20年、10年。不变更选区的话，这个是相当明显的是有抵触宪法之余，啊，为什么讲之余？因为判定有没有这个违宪是大法官的权限，啊，连法院都没有司法这个违宪审查权，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委员会里边是充分讨论、充分考虑到有没有违宪之余，啊，那我们不能说是明明知道有违宪可能。而故意这个去做一个跟宪法不一致的一个决定，所以我们这个委员会，我开委员会，我不是我个人意见，委员会都认为说这个有危险之意，所以呢会照我们这个宪法的规定重新划分选区分配名额。我要问一句话尔，可以讲吼，
我重点这么一句话，为了选罢法要一年八个月之前公布所谓的人口数，对不对？这第一点。但是啦，真正的升格合并是99年12月25号靠合并升格嘛，不能因为了迎合选罢法第35条、第37条，对不起啊，所以一定要一年八个月前做违宪的处分，就是说以98年11月底的人口数，本席是争取把是斤斤计较，你来用98年11月底的人口数做基础是违宪之余，你来用99年12月25号合并升格之后就没有违宪之余，我是要请主委跟他宣布讲吼，用98年11月底人口数没有违宪那就好了。那个我们是不是同意啊？那个赖主委就这一点呐、啊，就这一点啊、哦，就这一点的话，再说明一下。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个作为是没有违宪的啊。如果说是违宪的，我们不会这样做啊。为什么讲没有违宪呢？那么。第一，这个我们内政部的行政院已经决定已经宣布说改制。第二，这个地质法也有规定说，这个市长、市议员的选举区的变更啊，半年前就要公布。啊，那当然，这个那个时候还没生效啊，所谓这个改制还没生效，改制是在12月25号啊。可是地质法本身就规定。再来，我们这个选罢法也规定，所有的公职人员的这个选举，都要在这个任期这个届满前啊，任期届满前10天就要选出来啊。所以因此啊，这个意为这个选举纵使所谓生效日延在12月25日啊，那我们依照这个法律以及往例啊，这个以。2年2个月前的人口做标准，然后分配名额，然后这个根据名额来划分选区啊，这个是这个针对这个因为这个立委这个、五都的立委的这个届满啊，立委的届满是在这个改制生效日后1年多啊，我们一年多那个时候这个台北县也不存在了，高雄县也不存在了，台南县也不存在了啊。那个时候你还说是用这个高雄县这个台南县啊的这个选区来划分，这显然跟事实是不符的。而且你生效日既然是已经过了1年多啊，你还认为说是还没有改制，用还没有改制前的这个选举区啊，这个论理上恐怕也不合。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我们行政机关，我们这个依法行政。既然法律要求1年8个月以前要把选区划分案送啊，那生效日就是说，纵使在12月25号啊，而选举日是在这个生效后的1年多，所以我们行政机关依法在这个1年8个月以前的相当期间啊，跟七届一样，第七届一样，2年2个月那个时候人口数来做这个划分选区的标准。这样子并没有违法的地方。那谢谢赖主委哈，报告委员会哈，本日的会议到此为到今天为止，明天继续开会休息。你袂使安尼子啦，主席，你红惊了的嘛？你袂使讲我协商的时阵，我讲起来，协商的时阵就在讲，我开会对不对？啊，今下老有这个代志嘞？怎么搞这样？5点半，你是台湾，我是高雄的。我知道了。啊，你嘛把咱的会议给开Thank you.
谢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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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辛苦辛苦。好，谢谢诸位。谢谢。